稻米都长出来了，大家都会庆祝这一天。那这个在秋天的第二个月，哦，第二个月是什么时候？十一月啊，大概是十一月吧，或十月。那时候大家都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还会拜拜，啊，拜月亮，还有拜土地公。这一天就叫做中秋节。那中秋节有一个很久很久的故事。